今天给大家看看我出差旅行都会带到哪些好东西。旅行箱一定要选 TSA 密码锁，且轮子顺滑，承重力好，容量还大的，里面装换洗衣服和可以洗换洗衣服的折叠洗衣机，小巧不占空间，还带银离子抑菌。洗漱包是好看又透气的，拿取方便，里面装我的护肤品，不会浪费一滴化妆品，还能带上飞机的真空分装瓶，可以放牙刷牙膏的多用洗漱杯。牙刷是耳木桃的，软毛不伤牙龈，牙膏是禧马龙的，水蜜桃西瓜味，好好闻。还有一定不能忘记的一次性马桶垫，和我随时随地保持香香的香水分装瓶，还有防止蚊虫叮咬的植物叮咬舒缓棒。